当时已感到头痛的是他不知道在这里战斗会不会引起天王的警觉。妈了个逼，你要干嘛呀？你要干嘛呀？求日，他妈逼要干嘛呀？啊，他妈逼要干嘛呀？请求师，吸取许他便越是离你遥远，待到你不去想他的时候，他却又自动出现。他就像是断狱的六脉神剑，作者们的解脱灵。那他妈逼跳我身上怎么算呀？妈，我老子有监控的，眼瞎呀、啊！他虽然重要，却非基础。干嘛是？神医们能进入你的身体，也足够去将你采集800的能源结晶。说，用力说。